面吗？它一是它，对，但是进用的时候，一般它为什么来测略进用？我看书只有30公分，嗯，我要测一下进用的距离。我看远处无限远，我测这个这是远方的距离。咱们一般的配眼镜一般都是远方的距离，远方距离是吧？5米10米这个范围你最清楚了，这就可以了。啊，在远处没有必要。嗯，这是配镜的时候。这是进用，用视角或者用灯先去测嘛，对对，这是进用。我看书30公分，你看这啥？这是各种视角，两边都有，两边都有，各种视角。各种视角，哎，不想测了，嗯。这是进用，这跟远初测的效果一样。应该我觉得效果是等效的。等效的，它其实一样的。咱们近，它其实分很多。OK。你这儿看近。